挑战打扮成刘洋千金，找不同年龄段的人给我拍照。这套衣服终于到了，但不化妆怎么有点像家里下来趁主人不在偷衣服穿了？死命猫腮大小姐酱。刘洋千金，闪现护卫。王爷爷你好，可以给我用哪个在奶奶可以当早晨不用？可以啊，谢谢。爷爷人真的很好，不停地指导我调整位置，甚至还半蹲下来给我拍，感觉平时是有被奶奶培训过的。来到我要去打。我外婆来过了，哥。外婆来那边帅，去找他，去找他。帅哥你好，可以用这个帮我拍张照吗？可以啊，谢谢，就在这儿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只出现了两秒，剩下的你看他在拍什么？不是第三视角吗？怎么到这儿就只剩帅哥了？可以吧？谢谢，谢谢。勇敢的人先享受帅哥哈，然后我就冲了。哎，你好，我们两个可以合照一张吗？可以。但是合照的时候我真的怂得不敢看他。小姐姐你好，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吗？好，谢谢。你好好看。啊，谢谢。这个小姐姐帮我拍的时候就一直夸我好看，好看的我觉得，停的去调整构图，还很温柔的提醒我后面有人，宝宝你得等一下。女孩子真的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。俺这哈来个假人都得行了，怎么会想到找一个棒棒师傅帮我拍呢？因为这一行虽然起源于重庆，但现在真的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可能以为我是外地的游客。拍完之后旁边的师傅就说，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。最后这个阿姨打扮得很潮吧，本来以为不好接近，结果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今天我问的所有人都没有拒绝过我，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真的很幸福。你们喜欢哪一张呢？雪花盛开树林，心底涌出了影，因此我创意时间，关注辣丁儿哟。